大家好，我是林妹。今天我们带孩子来到了水上的动物园，刚进来啊，门票是成人是30块钱一位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是半价，70岁以上老人就是免费啊，小孩是1米2以下是不要钱的啊。溜了这一圈啊，其实马上我们就要回去了，还挺不错，里边动物挺全的。但是今天天还是有点凉，大伙来的话还可以再过两天，天再暖和暖和，开春可以在这待一天，中午还可以在这吃个饭啊，野个营啊之类的啊。行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喜欢我们记得给我们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啊，拜拜。